那如果你喜欢在荧幕上面自定义的功能的话，就是有实体按键，然后你可以快速切换你不喜。那如果你喜欢在荧幕上快速切换不同功能，然后有实体按键可以快速开关某些功能的话，如果你喜欢在荧幕上快速开关，然后自定你的功能的话，就是有这种实体按键。如果你喜欢在荧幕上快速开关某些功能，然后可以自定这些自定按键。如果你喜欢自定你的，那这四款荧幕只有神牛跟我们的，这四款荧幕只有我们的 Fit。这四款，这四款荧幕只有我们的神牛跟这个 Death View P 5的部分有自定的实体按键。那神牛上面有六个自定按键，实体自定按键。那我们这四款荧幕只有这个神牛跟这个 Death View P 5的部分有真的，有真的。这四款荧幕只有这个神牛跟我们的 Death View P 5的部分有实体的自定按键，所以你就可以设定说啊，一是什么，二是什么波形啊，然后三是伪色彩，四是放大之类的。然后这里神牛有六个自定按键，可以让你自由的选择。只是这个按键有点小，所以你没有办法就是用摸的就可以摸到，你一定要看着荧幕上面的实体按键，然后哦，这是一号，然后按它，你没有办法直接像是这个 Death View P 5，就是直接手摸哦，这个是最左边，这个是最右边，这样子来按。那这个 Death View P 5的部分只有三个自定按键，因为最右边这一个是 Menu， 那左边三个就可以来自定你三个不同的功能。Okay.